都公认石界是放在哦，就是这个阿蠢叫阿蠢这个城市的，哦，相当北人，很靠近厄立垂亚的啦。好，不过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，因为我也没看过，导游他也没看过。好，因为他不是所有人，那他没有开放参观呐、啊，说石界，要不然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这个，所以我们讲说他在基督宗教世界里面地位还是蛮高的，哦，就是因为他有石界的关系，这样，好是这个样子哈、哦，就是阿蠢，但我们没有去的。好，那贡达在这边，巴达也是在北部的两个比较重要的城市啦。那、啊、我们去的就是拉里贝拉，灰色的拉里贝拉。好，拉里贝拉在这边。拉里贝拉，谢谢。好，拉里贝拉在这里啦。好，那这也是北部一些，当然那边哦，可能在重游机会不多了哈、哦。不过你要去的话，这个贡达、巴达也是可以考虑的哈。我们南部当然就不用重走了哈、哦。我们在这边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阿瓦萨嘛，我们走这里哈，阿巴命区有没有？好、哦，金卡在哪？金卡，嗯 ，Tumi。Tumi， 好 ，Omo Valley 有没有 ？Omo Valley 我们讲它也是 UNESCO 对不对 ？Omo Valley，Omo 山谷啦，好、哦，就整个有一些在伊索比亚境内的哈达，哦，整个在伊索比亚境内一些古文明的一些地方，好、哦，就古文明的意思，它不光单纯是地图，就那像古文明地图这样子啦，好，一些古文明的哈、哦，那当然最重要就是这个，好、哦，第八这个露西有没有？好、哦，哈达在哈达，因为东北边。靠近吉布地这边嘛，古人类学研究中一般只能发现化石碎片，很少能发现完整的颅骨或肋骨。1974年，由美国人类学家 Donald Johnson 和他的学生 John Gray 在伊索比亚北部哈达阿法之角的阿瓦萨河谷所发现的 Lucy 化石，震撼整个人类考古学。这个就是 Lucy， 哦，我们讲就是这个管最重要的一个管藏啊。不过即使你看到前面这个，也不是真品。也不是原件，哦、它是一个复制品、哦，那真品的话，他们持续在研究当中、啊哦、就是我们讲，就是320万年前、哦，他们查证了、哦、是一个女性的骨骸，不，你看到大概就正常人类骨骸的40%而已，它也不是全部的骨骸啦、哦，那后面的话，因为这个还比较残缺嘛，后面那个有一个橱窗有没有？这是他们把这个已经发现的部分，然后再补上一些、哦，就把它复原就是的。好、哦，这个露西的一个情况，好、哦，他们查证大概只有120公分，他的身高，哦，只有120公分，好、哦，后面有一个复原的样子了，哈、哦。露西这名称取自披头士的歌曲，研究团队为了庆祝他们的重大发现，录音和反复播放披头士的歌曲《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》这段歌词。露西被命名为阿法的南缘，它是属于 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。Lucy 像黑猩猩一样大脑小，胳臂长而悬垂短腿，圆锥形的胸部大腹，但是他的膝盖和骨盆像我们一样经常以两腿直立行走，这种运动形式被称为两足动物，是人类和猿类之间的最重要区别。 Lucy 至今成了古人类代名词。2016年英国自然杂志发布了一份报告说， Lucy 可能从树上摔下来而死，死的时候20岁，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少女。